第二十五题，二十五到二十八题是题组。弗朗基在贝卡帕布的博士研究所角落发现一些特殊的固态物质，经过测试后发现有四种不同的种类，其特性如下表。请回答第二十五到第二十八题。第二十五题是问这四种物质哪些可能是金属。当我们晓得金属是电热的良导体，所以甲乙丙都可以导电，所以有可能是金属。但是金属有延展性，敲打之后并不会碎裂，而只会有延展的效果，也就是变形。所以乙丙是会变形，所以有可能是金属。因此我们又晓得乙丙可能是金属。所以第二十五题问我们说这四组物质哪些可能是金属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 乙丙。